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他自己执着心在身内，他就托十种医生，广言十种医生来证明啊、不但是我了，大家都相同了啊、这样子啊，他会认定他的想法没有错啊、那么你问他的眼睛在哪里吗？他就高推佛的眼睛来证明。所以说，总观如来的清莲华严亦在佛面。师尊呐、啊，你问我的眼睛在哪里吗？别说是我啦，师尊呐、啊，你当然你有32相，你的眼睛最啊、庄严了，好像青莲花的花瓣一样的那么庄严的眼睛，啊、纵然观察看你如来就是指佛，释迦牟尼佛，就是看你释迦牟尼佛的眼睛吗？你的眼睛很庄严，是青莲花瓣的那种样子的眼睛，那么庄严。可是，一样啊，你的眼睛也不是长在头顶上，也是长在脸上啊，亦在佛面。你的眼睛一样是长在佛的面上，眉毛下面，丝的上边啊、这是一定的吗？既然佛的眼睛长在脸上，那当然了。我窝囊的眼睛也是在我的面上了，因此接下去就说我今贯彻福根四尘呐、只在我面。窝囊很会讲话，师尊你的眼睛是非常庄严了，青莲花眼32相之一，我看我的眼睛吧，我是阿难自性，我的眼睛呢是福根四尘所成的了。福根四尘呢，因为我们这个身体都是清净四大为能造，就地水火风为能造，色相味触为所造，这个叫做福根四尘。福是浮现在表面上能够看得到的，叫做福根尘。眼睛在表面上能够看到这个肉眼，这个叫做福根尘。根能生为一，它能够引发这个圣意根，就是净色根呢、发生这个能看的作用，能照镜啊、眼根能照镜，引发这个同时意识发生来分啊、升起分别，知道前面所照的镜是什么。所以说我别说是啊、像佛的眼睛长在脸上嘛，那么我也是一样，我的眼睛虽然是很普通的凡夫的眼睛，是福根四尘所成的啦，但是也只在我的面上啊，我窝囊的眼睛也是长在我的面上啊、所以说到眼睛高办佛的青莲华严，说到心他就广应十种一生的心啊、因此阿难他很固定的执着，认为我这没错嘛，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嘛，师尊那你成佛了你还没这样吗？我应当要这样才对啊，为什么还要问这个话呢？他心里会有这种的怪怪的观念啊、所以如是是心啊，实具神类。总结一句话啊、像这样子我观察起来，我阿难的心能够分别的心的作用，实实在在就安居在我的身体之内呀、这是阿难的答复。哦，这答复的话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应当，他自己认为，我这没有错嘛，就是这个样子嘛，大家也是这样子啊。那佛要破除他的这个观念。不能一开口就哎，你这个不对，不是阿呢，不能这样讲。
你用这种说法他不会接受，我就是这样，你又怎么办？那会发生就是僵住了，没有办法把这个道理打开。因此佛的说法它有权巧方便呐、啊，所以下面有三番问答，建立一个例子，建立一个例子，让他跑到里面来，就是好像世间人抓鱼的渔网一样，先撒网啊，把网啊、摆好了，让鱼跑进来，他就先建立一个例子啊、让阿难跑进来，让他知道心不在身内，因此第一番就问佛告阿难，哎，阿难啊，既然你这样说，我来问你，你今现做如来讲堂，观其陀林经何所在啊？你现在坐在讲堂里面，我要问你，你看这个讲堂外边的其陀太子所布施的林木在哪里呀？下面是阿难的答复，看那个引号可以知道啊。阿难答复说：“世尊呐、啊，此大崇阁清净讲堂在解故园，今其陀林实在堂歪啊。”这是第一番的答复啊。师尊啊，你问我解故园在哪里？齐头寿林在哪里吗？这个很大的崇阁讲堂啊，是很清净的，就是解故独园啊。解故独园由解故独长者所建立的。那么现在我看到齐头太子所布施的寿林呢、啊，实实在在就在这讲堂之外。这个文字很显明了，一看就知道了啊。而且上次也讲过一次了，这是第一番问的。那么阿难既然答复这个话，佛再问第二番啊，阿难，你今堂中仙何所见呢、啊？撒网了啊！佛问阿难说：“你现在在讲堂里面，你先看到什么啊？”啊，阿难答复说：“师尊呐、啊，我在堂中啊，先见如来次观大众，如是外望啊，方足领缘。”啊。我说这个阿难答复师尊说，我在现在讲堂里面哈，我是先看到佛，看到你如来，第一眼看到，因为对着佛听经吗？听佛说法吗？所以我先见到如来，先叫你见到你啊、师尊，其次嘛，观到同在听佛说法的所有的听众，那么然后再看到外面嘛，如是外望，从窗户门往外看出去，方诸林园呢，才看到诸就是看，才看到齐陀寿林的发源的园地，这就说明他看的次序从内到外啊，这就是阿难跑到网子里面去了啊、他大佛世尊说，我在讲堂里面先看到佛，用佛来比作心，比作内心。啊，大众就比作这个经脉啊，手爪头发啊，后边所比方的这些花，然后看到外面的林园，就是外境，身体之外的境界，把讲堂把它立作身体，用讲堂把它立作阿难的身体啊，用如来立作阿难的心啊，大众立作周围的啊，这个东西身体内的啊，乃至这个啊脱发等等，怎么样的生长啊？这后边都有说到。那么看到外面的境界，那就是堂外，就是身体之外了。这是第二番问答。第三番，佛在问阿难说：“阿难，你住林园，因何有间呢、啊？那你看到这个树木？”看到这个花园，看到外面的各种境界，因为什么原因能够看到外边呢？一直在讲堂里面吗？既然在讲堂里面，你怎么能够看到外面呢？周围还有墙壁啊，怎么能看到？第三番阿难的答复说：“世尊啊，此大讲堂富有开阔，故我在堂啊得缘瞻见。”第三番的答复，这么大的讲堂啊，因为它有窗户啊，它又有这个门啊，复又都张开，都打开了，因为讲经的时候门也打开，窗也打开呀、啊、哦、
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，七月的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时候门窗通通打开，开得很大，呵，都开得很大，大家都能够往外看得清楚。因此之故啊，我在讲堂里面就能看到外面的进见，因此之故，我在堂中的远瞻见看到很远的外面的进见。这第三番来问的，这个例子建立起来才有办法破除他心在身内的观念。接下来的那一段啊，所引证的这个文字啊，佛对阿难就是以前面的例子来问他。佛告阿难，如你所言，身在讲堂，复又开合，圆住灵园，亦有众生在此堂中啊，不见如来见堂外者。这要开始破局啊，抓鱼了，要抓了啊、哦！所以佛对阿难说：“阿难啊，按照你刚才讲的话，身体在讲堂里面，因为窗户门呐、啊，通通都打开，所以您能看到很远的林园。不过，阿难，我跟你说，也有众生呐、啊，有人呐、啊，在这讲堂里面哈，他没有看见佛，没有看见如来。”他只看到堂外的，有这种情况，你知道吗？阿难他自己跑进去他还不知道，所以阿难答言：师尊，在堂不见如来，能见灵泉，无由是处。在讲堂里面没有看到佛，没有看到大众，而只看到外面的灵泉，没有这个道理的，无由是处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没有这个事情，不可能啊。在堂里面没有看到佛，没有看到大众，只看到堂外，哪里有这个事情啊？例如你们现在大家在讲堂里面啊，我在这里讲经，你们没看到啊，这么多听众你也没看到，只看到外面的树木花果，哪有这个事情啊？所以阿难自己跑进去他还不知道，他是斩钉截铁的这个答复说没有这个事情，佛马上就把他包回来了，抓了。阿难啊，你一如是，你就是这个人啊，你就在讲堂里面啊，没有见到佛，也没有见到大众，而只看到外面的沉浸了啊。刚才讲佛对阿难说，如果在讲堂里面没有看到如来，而只见堂外，有这种人，阿难就答复说，在堂而不见如来，能见外面的灵泉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因此之故，佛就对阿难说，阿难啊，你一如是，你就是这个人，你就是这一种人啊。因为你在讲堂里面不能看到外面的一切，那就显示啊，你的心在身体里面，而也不能见到内身的情况，所以说你就是这种人。为什么呢？接下去佛对他解释说，你之心灵一切明了。心是平常说是万物之灵啊，心是灵知之物，它能知道一切，一切是总包括，无论什么事，心都能够明白了之啊！心既然是最灵，什么都知道。如果按照你说，若你现前所明了心，实际身为，如果你能够明白了之一切万事万物的这个心，一定是在身体之内啊，现前就是当下了啊、且不问过去未来，只在现前当下这一念心啊，你这个现前最能明白万事了知诸法的这个心理作用，如果实实在在是在你的身体之内，
而是仙鹤了知内身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应当你心既然在五脏里面的一种在里面哦，那你应当在先要了知你的内身，明了知道你的身体之内的所有之物，合理的说应当要先了知啊、嗯。那么身体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应当先了知啊？接下去佛就说，破有众生啊，先见身中，后观外物。世间上难道有一种众生啊？哪人来说吧，世间上哪有这么一种人，他的心在胸腔里面的五脏之一，那么他能够在里面的五脏啊，心肝脾肺等啊，他都先知道，先看到自己的内脏，通通都看到了，然后再看到外面的物质物品，后观外物。心既然在内心嘛，那你应当就要先见到心身里面的东西，然后再看到外面。有这种事吗？没有。各位，哪一位能够看到自己的内脏然后再看到外面的？没有这种人啊。那么既然没有，为什么看不到内脏啊？佛假定说，总不能见心肝脾胃早生发肠进转脉摇成后明了啊，如何不知啊？或者我乃很聪明，你也许我没说出来，你心里会想，心跟肝等五脏它在身体之内连在一起呀、啊、靠得太近了，所以见不到。这个情况像什么呢？眼睛跟眉毛靠得太近了，所以呀、啊、眼睛虽然跟眉毛最近，可是眼睛看不到眉毛啊。各位，您能看到你的眉毛吗？除掉照镜子，不照镜子看不到。自己的眉毛最靠近眼睛，可是眼睛就看不到这个眉毛。我看得到有一条，我自己看得到，剩下的看不到啊、哦。眼睛看不到眉毛，为什么？太近了，它靠得太近了，靠得太近了，所以看不到。那么心靠近这个肝啦、鼻啦、肺啦、肾啦，这些东西五脏跟心是连在一起，靠得太近了，所以看不到。也许你会这样想吧，这纵然你觉得心跟肝等啊其他四种靠得太近了，所以不能看见肝、鼻、胃等等的东西。不过我要跟你说，你的手指甲、脚指甲早啊增大，那手指甲、脚指甲它会长啊，都会伸长，会长。这个长是不是从外面长，是从里面长出来的，都是从里面慢慢发生长出来的。就这个不会靠得太近的吧啊，早之生啊，指甲、脚甲伸长，这个距离比较远了，不是在像心跟肝靠得那么近啊。头发会长，头发的长也是从身体内慢慢长出来的，虽然长到外边，可是也是从里面长出来的。还有啊，筋，全身的这个静脉动脉，这个筋在哪里转动啊，这个静脉在哪里摇啊，筋转脉摇，筋之转脉之摇啊，这个都不会靠得太近了，成后明了啊。按理来说应当你要能够明白了知，能够看到头发怎么样藏起来啊，这个筋怎么转
脉怎么摇啊？那么这应当是比不会靠得太近，不会像迷毛靠得眼睛那么近，这个应当能够看到啊。如何不知啊？你为什么不知道啊？啊，这就说明你的心，说你的心在里面。我看不是吧？不难相信吧？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来破除阿难的错误观念，如果阿难说我的心在那，你马上说嗯，不是不是，心不是在里面，用这种方式说他，他绝对不会接受，他马上说一定是一定是，我就是，大家都是，你怎么办啊？会容得下不了台。所以佛的说法的权巧方便，他用这种方式，用把讲堂立作身体啊，把如来立作五脏啊，把大众立作早生法场，金转脉摇，这样子把外面的境界立作这个眼睛看出去的境界，这样一说，他就没有办法，阿难就没有话讲了。这样子，你既然心在里面，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内脏，说在里面好像没有道理了，自己也就只好投降了。如果你的内心这些你都不知道，那就不能说心在里面，所以这些应当知道的你不能知道，如何不知啊？为什么你们不知道？不知道你的身体里面的早之生，法之长，金之转，脉之摇，你都不知道，应当知道的不能知道，那你说你的心在里面，不对呀、啊？必不内知，云何之外呀、啊？必不内知这句话啊，要把它添字解释就会明白，必定不能内面先知，加字，字加上去呀、啊，就会明白，必定不能内面先知，内五脏啊，身体五脏，你必定不能够在里面先知道内脏，这里身体内的事情你都不知道，必不内知。我对于这一句必不内知哦，我在20岁听宾中法师讲楞严经，讲到这里，他这四个字念得非常清楚的，这个喉咙微必不内地，哦，我吓了一跳，跳起来，哦，必不内地，安尼，你想要爱困都没困着，啊，想要入定也定不了。他的声音相当响亮，哎，我实在想睡了，结果给他一逼，跳起来睡不着，没有办法睡下去，所以他这句话印象非常非常之深，已经52年了、我听这一句话已经52年了，那是我20岁的冬天11月，大概是到了11月底了，在新竹啊，东本院士讲的。那是下午，我当侍者，哎，他这句话说的那么响亮，有道理耶，让我对楞严经的观念越来越深啊。我什么叫做必不累地？我一定要找个清楚，为什么必不累地？你单看这四个字很难懂。
开生命电视台，梵音妙语时时闻，菩提花朵处处开，弘扬佛陀众善法，慈悲喜舍乐开怀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，弘扬佛陀所有正法，放生、护生、吃素、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帮助贫穷、造佛像、造佛塔，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。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，也更期望你来护持，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能够弘扬佛陀正法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。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心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从前有一户贫穷人家，向来好善乐施。有一天，穷人见到比丘来化斋，顺手将葡萄架上的一串葡萄恭恭敬敬地献给比丘。这时比丘说：你已经布施我一个月了。那穷人接着说：诶，我今天不过布施给您一串小小的葡萄，大的您怎么说我已经布施您一个月了呢？这串葡萄在一个月前你已经有布施的想法，而且这种想法没有间断过，因此我说你已经布施我一个月了。我们布施给他人的东西或许会有间断的时候，但布施的想法却不可以暂时中断，必须要时时刻刻的想念布施，这样才能在无形中培植你的菩提种子。